你要这么多干什么？我们拿一盒。拿这么多。上哪来了你？那你有自己买单啊？我什么都拿。你想吃吗？全自己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哎，有了。这个有了。我再给拿回来。他喜欢吃这个，这个的他喜欢吃的。蘑菇他喜欢吃的。这苹果也是你拿的。好。不能吃了，这个不能吃了，放进去。找奶奶是吧？你知道奶奶从这里面进去了。你怎么记得的，姐姐？啊？Thank you.
么快。你看这边，看这边咱们走了，是不是？火车响了，像大老虎一样。看不懂。火车怎么响？怎么往后退的？对啊，你看咱们追上它了，是不是？看不过来了，看不过来了。你看房子还有人，你看那个房子还有人，那个房子还有人。爷爷，有爷爷。哈哈，还有好几个爷爷。坐火车的地方能找不到吗？没事没事。看不懂了，快装不了，眼睛不够用。你怎么给拆了？给拆了，拆没了，拆没了。看外边有火车没有？期间，现在没火车了。刚才这正好走过火车。刚才不干的。看还有四分钟，咱们上火车。看到了。哦，来了。来了吗？哦，来了来了。有没有？哎呀，奇迹！让客人先下来再上。咱们这也来了哈。我们这个也来了。我们走到最前面去吧。哎，那奇迹看到吗？The next train to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will be arriving shortly. Kindly wait until all guests have disembarked and the train is checked for lost items prior to boarding. Thank you for choosing Up Express. Le prochain train. Thank you.
一摸。爷爷让你摸水晶，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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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你想下去啊？没有小船哈，小鱼没有。那让他下去摸一摸了。没有，没有，下面太滑了。哦，这地方没事。小鱼。边渴边走，跟爷爷打招呼。哎，对了。